作词寄真欢喜，阿明来报喜，环保志工有够赞，阿明来到环保站。今天阿明同样来到了高雄冈山园区的环保教育站。还记得上礼拜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吗？我们就是带大家来了解大爱环保科技馆如何将宝特瓶变成环保毛毯的过程。而今天呢，要来拜访冈山园区的另一个地方巧艺馆，来看看爱心毛毯如何制作的过程，跟着正言上人的脚步一起来了解。咱伫咧救灾的毛毯，咱对倒位来呢？宝特瓶啦、啊，咱高雄的冈山吼、哦，师傅迄一天去参观啦、啊，哦，我一入去吼，看一个呢，好震撼哦！起码咱台北迄个毛毯。车袂离哦，因为要供应遐尼多的国家，毛毯咱做袂赴，所以呢，高雄真发心啦。伊就讲，咱高雄有遐尼大的空间，啊，伫遐呢，就伫咧车毛毯呢。我呢，一伫车底吼，安尼都看到啊，哇，那遮尼有规模啦，毛毯呢，就是咱伫咧。救灾救难啦，上重要的物件。哇，环保毛毯是咱救灾救难上重要的物件。今天阿明就来到啊冈山园区巧艺馆，我身旁这位就是馆长金凤师姐，你好。欸、你好，哦，没叫他馆长，只是说这里一个当一个窗口这样子。窗口，对，啊、你是本来就真会晓的啦，你做成衣的哦。未晓啦，未晓啦，拢未晓啦。啊，就是因为吼、哦，是一个园区嘛吼、哦，那园区就是讲有需要有一个窗口里向安尼安尼，甘只的职工会当安尼较直互动安尼、嗯。啊，咱就是讲吼，因为园区咱的修理师姐嘛真无闲，然后因为。整个园区都他在负责啊，那是讲啊，我是属于咱桥头伊个外援的一个和气组长啊，是讲吼，个家勇于承担吼、哦，啊做这个桥艺馆的窗口啊，顺便讲安尼菩萨会当更加招生这样子。菩萨道招生哦，听说有了这个馆之后，很多的。乡亲朋友都可以来这边，每天来这边做志工哦。对啊，系啊，拢有一挂固定的，有个是咱的会员呐吼，就讲因会要请，也要做手工，因拢会怎有讯息，因都拢会来。啊，有个是吼，这边吼，咱的四月份吼，因为咱有东非吼，有一些灾难嘛吼，那所以我们就有接到通知，要咱爱有出两个货柜吼，12,600条的毛毯。出柜出去，那因为因当阮平常阮平时都拢有咧做啊嘛吼，嘿，拢有安尼加减啊咧做，所以阮有库存10,000领，啊，但是伫这个三工中间爱有2,600领的毛毯爱都按包装完成哦，所以这嘛是有一点点啊挑战性吼，啊，所以真感恩吼，这三工。一天里面差不多都有100多位的志工跟师兄师姐，他们一起来共成完成这个使命。从早做到晚哦。对，嘿，啊，一个是哦，真感恩哦，一个是屏东遐师兄师姐，因有听到讯息，因买来，啊，个高雄区的嘛拢有来啊，来共享盛举。好事大家做，大家做好事，连外县市的都来帮忙。对啊，对啊，哦，那阵子啊，我们真的很感恩高雄的师兄师姐，屏东的师兄师姐。于是啊，大爱新闻做了一段报道，我们来回顾一下。感恩师兄啊，师姐哦，我们这个哈，明天就要专柜要送往东非了哦。冈山桥艺馆志工忙着赶工，因为这12,000多条毛毯都要送到东非三国。58岁的林昭春负责最复杂的车缝边布，他还是服装设计系老师，放下手边工作，加入付出行列。一定要赶快把它赶出来，所以有连续加班2天，都到8点。哎，那做得很快，虽然很累啊，哈。几天内要赶出这么多毛毯，还好有来自各地的志工前来补位。很感恩啊，就是有时候一天呢，就是好，就是5-60人啊，哈，那在赶货啊，那有从那个林远那个东港啊，还有三民啊，像今天有那个凤山的师兄师姐呢，他们也都会过来帮忙。
现场志工还透过实际行动，把爱持续传递。白德，靠着人力接驳纸箱，这也是冈山园区第一次毛毯专柜。从高雄港出去，然后我们走海运到那个一个是新巴威，啊还有莫桑比克这样，对，它大概时间是要五月初才会到。众人齐心合力投入自己的祝福，希望这份爱能早日帮助受灾民众脱离苦难。真的给你们拍拍手啦！啊，我就要来感恩这一群菩萨呢，哈，你带我进来参观好不好？好，我们走。来，哦，大家一起来看看喽，来，哎，大家好，大家好，哦，跟阿明挥挥手，哦，这拢恁的菩萨啦，哦，哎，拢这长期志工，啊，你别到这别看到啊，来，咱到哦，这个毛毯，哎，毛毯第一关，咱就是哎，阿家嘿裁剪开始哈，真感恩咱的师兄哈，就因这两个师兄，伊就是。退休啊，啊一个咧做老师，一个做军人，嘛遮拄啊好，因两个因为都有共一间公司，住伫因的丈人啊因公司咧做这种迄落寝具的，寝具的啊，所以拢有用着这裁剪的功夫嘛吼，所以讲因都会晓，啊会晓都好，到咱遮都有这个人才吼，都需要因，所以你甲我介绍者，哎，这叫郑志良师兄，郑师兄，哎，啊吴清玉师兄，吴师兄，你好。哇，以前因两个是一个新楼，一个主管了，主管是你，啊新楼是你，技术员，同事，他现在是同上人的弟子，同修呀，对啊，对啊，哇，你们看起来很轻松啊，就拉过来了，对，有什么技巧啊？咱这游者吼，第一张咱就甲游到155寸，哦，啊两个都爱会配合好，啊轻轻提起，轻轻放下，我这边对得准，哦，啊一边遐唔免出力。哦，啊，咱把迄内底的空气哦，赶出来，啊，伊就平啊。哦，啊，咱只铁个底吼，伊较袂揪起。哎呦，啊，如果若揪起哦，寸手就钉打，就对灾民一个失礼。咱的长度吼是230公分，从这边嘿到这边，总共是踩个遐吼是153寸，就是哎，咱的长度吼总共是。460公分，460公分。俺有阿嫂咪加下了10公分卡到遐。哦，啊用这当骨壳物件当当的哦。哎，较短，较短，较袂臭。哦，这超重诶，压着让它不要跑，是吧？哎，对。啊，这个干嘛？这刀子怎么会自己跑？嘿，对，伊这是属于半主动的机器。咱这有静电，所以讲咱的手吼爱压悬。一手在上，一手在下，吼。嘿。如果若无压悬吼，下面迄张会阁去拖着，啊拖着了，咱就一直咧整理吼，安尼足麻烦，啊时间会浪费。哦，所以咱拢赶快的动作，拢是轻轻提起，轻轻放下。哇，吴师兄，看你做事一板一眼，跟以前军人身份是不是有关系啊？应该有哦，因为习惯成自然，做事非常严谨呢，又很细心。哦，那郑师兄以前你当老师哈，哦，欸，啊，现在来做小工哦，做老师给比较轻松，老师比较轻松呀，不需要付出体力哦，欸，哦，啊，做这个比较浪费体力哦，消耗体力啦，不要说浪费体力啊，消耗体力哦，老师，我都有一个旁听生都一直纠正你呢哦，过来 QQ 的哦，我听看麦，我 Q 看麦，安尼哦，你敢无评？只要你轻轻啊，甲抹下，嘿，甲你轻轻啊，甲笑笑的，安尼就乖乖啊，嘿。哦，只敢那人去收迄只收草啊，同款哦。嘿。哦，安尼你卖我来哦，我要采哦。我要采哦，等。不要紧，我这边较重要。哦。然后再一次呀。嘿，对。那你们基本上平常是要拉多少啊？拉几次？阮的刀吼有加较悬的刀吼，扭到65张才裁。65哦。对。哇。总共是裁好了是130张啊。哦，除以一半嘛吼。嘿。除以二。够 QQ 诶。嘿。咱来乘以二就130张。哇，啊，金凤师爷，你敢晓这啊？这我袂晓采，我也要改刀具。哦，听说你刚来的时候有闹笑话呀，说什么人家跟你说长度什么说几码呀？对啊，因为他这个布，伊这个布哦是人拢讲爱用麻哦，马啦，
啊，买伊个台北个师姐，伊咧讲拢讲国语，拢讲妈嘛哦。哎呀，啊伊就讲哦，啊，咱拢准备做几偌济领，啊，拢做爱偌济多少码，嗯，才够安尼啊。啊，我是想讲，阿凯连做这都爱做到用马来载，还是爱足济年嘞？我是讲，但是古早个是安那爱用马啊，嘿啊，安尼，所以迄时阵对种个迄伊个迄种计量诶名词，还都真的都不知道，蛮知啊，讲个马啊。啊，现在这在干嘛？这摆咱是咧个画一个基本的线，来牛寸笑。哦，牛寸笑呀。对。所以等下后面的人就靠照这样来踩吗？啊，咱这个长度就是153寸，也甲画一个线。台寸153寸，刚好两件，153寸啊，等于差不多460公分，460公分，然后除以二，一件是230公分长，要对啊，宽这样宽多少？这样宽180，好啊，咱牛的寸就是个牛181公分，给可以1公分哈。啊，那咧考课的时阵吼，伊会甲迄1公分裁掉，拄好181公分。了解。你们两个这样默契多久啦？至少7年了。啊，你们已经7年了、哦。哎、啊，可是我们这里才成立2年而已，哎，就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就立下了基础了。对。因缘具足啊。因缘具足哈、哦。从有领薪水的上班族，到后来变成。欢喜付出，没领半毛钱，还要出钱出力的志工，哦，啊！但是你们所作所为，就是把爱心送到海外去，哦，让很多需要温暖的人得到真实的爱，哦。现在我做的动作是倒脚，倒脚，倒是导演的倒，嗯，因为如果说没有倒脚的话，就变成四四方方的，会刺到，会刺到角度。哦啊，这个板子已经先都做好了嘛？对。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功夫哈、哦。要先把它做整齐，不然到时候哈、哦，你大致画一下，可能会变成歪七扭八，不太好。啊，这是什么？这什么笔啊？这粉笔，粉笔。哦，粉饼哦。粉饼。找人的画面的吗？不是画衫裤的，服装的啦，系啊，裁布的，这张浮雕，你画了唔对，浮雕去定位。哦，啊，即摆吴师兄在做啥？即摆就是他拄仔做的记号吼，咱就沿着迄个线吼，甲伊裁雕，咱拄拄好就是伫个181公分呀。181公分，预留1公分当 UB 的。啊，剩落迄个布吹啊吼，咱就会当做迄太阳眼镜的镜框，还是夹毛小毛巾啊，还是袜子的小夹子，再回收利用。是。啊，你手没那么长怎么办？啊，我来夹，对对方来接，因为一直裁刀而已，都按两个同心同力，核心的迄个协力啊，互相接引。哦。爱心接力哈，对。那在切的时候有什么秘诀要小心的吗？就是手最好不要放在前面哈，啊，后面往外拉，手不要放前面，不然不小心踩到的话很危险。还有这是一个保护盖，要稍微往下压，哦，啊，手尽量不要在刀子的前面，所以你们要互相帮忙哦，一个牵线，一个下刀哈。如果对方线没有拉好的话，万一把这线切断，会压死，会电线类似电线着火，刀子会烧坏掉。你这样人高马大，要这样弯腰回去，会不会腰酸背痛？如果做8小时，稍微一点点；如果做1-2个小时，应该不会。做、哦、不要做整天就不会啊、哦。对对。可是你们赶工的时候要做一整天，不是吗？啊，那偶尔没有关系。哦，偶尔没关系哦。那个快乐会冲淡这个体力上那个了的压力。以前在学校没有做过这个吧？没有。好，爱心靠嘴巴而已。靠嘴巴而已。你看你看是捌一工做九百条。你的主管刚刚讲一工做900条哦，裁900条。啊，咱扣伊两个裁尔。对啊，啊，就有当下因来接班啦，当轮班，大部分都是他们啦，嘿。裁完之后，现在要干嘛？我今晚要印这 logo， 要迄个
印上跟瓷器上的 logo， 好、哦啊，这么一个直角，让它切起，啊，旁边有一个洗涤标。啊，你什么要另外那七块买？我七块买哦。你果然是老师呢，会指使学生做呢哈。哦，老师好。好了。画画一下哟。主持人好。哎，对。啊，那个伟伟啊。哎，对对。这叫做边要切起，可能。好，然后这边两条画一下哟。好，福慧双修，这个这边两足尊啊。杯福慧两足尊啊，啊，为了搁这，我搁你做一盖啊。然后把它压着要对齐，对，啊叫直角，直角，啊那印放的 logo 嘞，较袂歪歪。哦 ，logo 啊袂歪歪，哦，我们还要印 logo 上去要，哎，好，这样子要，对，好，哎，我即摆按尾料啊，洗涤标位置什么都画好，要搬到右手边给那个师姐印。哦，爱的接力呀，哦，怪家呀，哦啊，谢谢两位哦，郑师兄、吴师兄，感恩嘞，啊你们继续做嘞哈，好 ，OK， 感恩两位。接下来的由咱的迄个秋兰师姐跟金叶师姐哈，因两个哈都会当安尼合作，然后一定要一起哦，啊不会一边关机，爱来来用这个当这个 logo 嘛，是拢爱做仔细，爱上上下下拢爱嘟嘟啊好安尼。哦，秋兰师姐啊，这有什么技巧不？你不搞工，这很烫，要小心。这个非常烫，没有错，这个很烫，稍微碰到哈，一定会起泡的，非常黑。所以要小心。我已经烫过过，对对对。然后我这边哈，就是他刚才有画两条线嘛，一个 L 型的。那我这个瓷跟这个 note， 我们就是在对在这个地方，然后压下去之后，哦，才不会说偏左偏右，对。然后就压下去，等它四十秒，它会哔哔哔三声，我就把它拿起来。哔哔哔三声哦。对对对对。啊，你以前有没有被这个烫过啊？有啊。有哦。一定会的啊。哇，所以要很小心。刚开始学的时候。所以做志工还是需要一些技巧。四十秒了，我就哔三声，我就拿起来了，对。好，然后我就再看一下，它有没有用紧。啊，这样子。啊，那个厚啊。啊，那样我试看卖好吧。好，可以。来，你换你拿。好好好。用心呢，你如果第四声就太烫了呢，就会较咬诶。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从上面这边。嗯，来。等一下，啊，不能太过去了。不用太过去啊。在这边，这边就很。安尼啊。右拐。好好好。右拐啊。对。哎，对下骹迄个。对下骹这啊。嘿。对这个，对。安尼啊。嘿。好，安尼吼。啊，提起来哦。嗯。哎呀，这安尼啊。对。好。这样子。好。瓷要刚好顶这个顶前面的哈，对，这边已经套出来了，不行，压下去的，所以这个要搬下面这一块，安尼下面这对，哎，把边个落来，哈，而且袂当透出去，安尼，就在它范围里面，好，你就压下去，好，压下去啊，对，压，轻轻的就可以了，轻轻的要来，对，好，对啊，调要，好，等到四十秒，它会哔哔哔，好好好，啊，金凤师姐，为什么我们要盖这个 logo 啊？这个 logo 的是讲代表我们是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出去的，哦，时间到啊，你看，哦，啊，你落来啊，嗯，对，真烧呢，系啊，我烧哦，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个机器，也要注意做好之后不要马上去摸它，对，哦，啊，拄好无讲完，这个是代表讲咱是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做的。好，那我们就去海外跟他们结缘的，就是代表我们整个我们慈济人的大爱。是是是，这样子，他所以有一个固定的那种 logo 这样子。哦，让人家知道这是我们全球慈济人的爱心，透过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以台湾为爱出发点的，对啦，因为慈济是从台湾发源的嘛。对对对。啊，因烫完了就要来到这一关了。烫完我们就要来采那个布边。台边就有我们玉霞师姐，她是属于我们长期的志工，有这个巧艺馆，她就有来当这个裁剪的嘿部位，嘿阿海算足专业的。哦啊，师姐你好呢。啊阿玲。啊，你几岁开始学做这啊？哇，十几岁就做这种工作了啦。哟，啊，你都以前做路做修工哦？以前就做成衣的啦。哦，做成衣的。做成衣代工啦。哦。啊，现在就是结婚后来要带小孩子了。嘿。啊，大小孩子就没做了。啊，现在孩子大了，刚好就有这机会，就来这小艺馆。哦。这机会就来小艺馆。哦。做志工安尼。哦。哎呀，跟人家当结缘啊，再好缘啊。哦，对嘞。对啦。啊，你着专业的啊！你讲你自少年就做这啊。哎。啊，做这有啥物秘诀无？有啥物技巧无？做这也是最主要，哎呀吼，滴。抓滴。哎。啊，也跳，也无滴歪的。
今天摊那的拢无效啊，就只准着走，不就准着走伊啊，哎呀，所以咱个也好变，啊是哦，这安尼。走要走正道，走大直道了哦。嘿嘿，这啊也好变，袂再正歪。真歪，就是真路真偏去啊！哦，啊来，你若莫人像我咧，甲你吵，你上紧一领来，偌久就好啊？一领差不多我两分钟啊。两分钟了。啊，拄仔阮了画线，讲爱你缝那个什么东西啊？缝那个，那个洗标啊，这就是咱洗衫裤的洗叫做洗标，就是讲吼，伊这个就是代表讲咱这领毛毯看下伊的，伊安那洗，安那保养，安那保养，袂使用熟的吼，嘿，啊伊会当温。吼，啊也当袂用干洗，吼，安尼，这就是伊在注意的所在，所以一定爱用这个洗标安尼。好，很感恩你们都没有笑我啦，吼，我是讲是专业戏嘞，没啦，不是吼，是啥好事？要处理毛毯，啊那处理，要处理毛毯，啊那保养啊，安尼啊，像你这，啊等于这画材就伫个标，啊做好总得爱这个爱下标，安尼就伫安尼家才还坐，还免。哎，水安尼，系啊。啊，下来这，下来布，咪就是零厨余，还能再回收。零厨余，你这是做餐厅哦？无啦，这个毛色啦，会当做回收啦。哎，回收做眼镜，照样眼镜的框框啦。安尼哦。这系啊，做衣架啦。哦哟，真正假安尼？就像这吼，你个看咱即马，有这个。伊讲零厨余这样物件，就是这，这在做做伊这，这甲这有关系。嘿，伊就是搁再粉碎嘛，再次利用，吼，啊，来当做一个咱这种迄落防晒的迄种的迄落太阳眼镜。阿兔啊！哎，对对对，啊，搁有这叶啊嘛是。Recycle to recycle 哟。这叶啊嘛是，这叶啊伊个较不容易氧化，嘿，嘛是咱的这种碎布来制作的。光着这太阳眼镜，我就有感而发。以前当兵的时候，最怕班长下指令说啊。有毒气，要干嘛？戴防毒面具。我用挂目镜，盖麻完，目镜盖绑完，盖挂防毒面具哦，早就被毒气熏死了。现在有这个很好用，眼镜都不用拔。你看，一二三，拿下来，一二三，戴起来，哇塞！阿杜啊，变变球，都直接零厨余这种物件，回收去做诶。对。哦，啊，马上做一摆哦。嘿，马上做一摆。哇，那真好用嘞！我们真的是没有浪费。咱一般伫外口的叶帽，你若去当着日头哦，迄唔免偌久，伊就切枯去啊，枯去啊。啊，不过这袂，这不容易氧化。哇，嘿，这就是拢咱的保特品，原料就是保特品。想不到，嘿，啊，个用加一步，重复使用再使用，嘿嘿，安尼。啊，这头发真水，听讲嘛，恁家做位啊？对啊，这吼，这就是咱的眼镜啊，伊保护作用嘛吼，嘿，啊，这嘛是拢保特品的材质的做，嘿，好。薄边切好，烤客做好，裁边完之后要来干嘛？即马就爱来折毛毯。嘿，折毛毯了。折毛毯，啊，这折毛毯哦嘛是爱做认真做用心的呢。做志工除了爱做用心，还能培养爱心和善心。在慈济高雄冈山置业园区的侨义馆里，我们还能看到妈妈的慈母心。生你四十年，有甲你浪过无啦？后礼拜更多美善的故事，阿明来报喜，环保站走透透，继续带予你欢喜，欢迎您准时收看，再会，拜拜。